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北京时间2022年3月18号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继2021年11月16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视频会晤之后，仅仅间隔了4个月，双方又一次直接的对话。那无论以何种方式，在短时间之内，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直接对话是极不寻常的。从去年11月的云会晤到现在，我们注意到了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做着不懈的努力，同时也希望与美方共同落实去年11月两国元首云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共同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积累更多的条件。因此，习近平主席今天应约与美国总统拜登的这次直接对话备受关注。按照双方的商定，媒体记者呢没有能够被允许进入到现场，所以我们会在这里最近距离的大国外交最前线与大家共同关注这次重要的对话。